we gon' burn it down. Burn it down. We gon' burn it down. Burn it down. All set. Rolling. It's murder.我觉得《越狱》这部片是一个很热血、很励志，它可以让我们思考关于迷惘的青少年，他们怎么样透过一件事情改变他们的人生。《越狱》这部电影，我觉得在2018年，它算是一部相当有诚意的作品啊。它除了这个兄弟的情谊之外，里面还包括爱情，还有对这个社会的一些挑战。我相信它是一个质感很好的作品。一个年轻人，他因为年少无知，然后犯下了一些错误，然后被这社会贴了标签之后，他觉得很不公平。但他如何把这个当成自己的功课，结集他的伙伴们，然后一起创造一个新的自己。And...